米菲吧？是我吗？是你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我是极剑。哎、欸，是吗？等一下啊！极剑地球跟什么？你是拿举重？空中染色没有跟叉旗赛船？你是叉旗没有还是赛船？叉旗有。我是游泳没有吧？游泳四个人到上，四个人到上。真的、哦？好、啊，那你就跟我、啊，你就跟我、啊，反正现在差不多 OK。哦。你就八字。对对对。你 Q 出去吧。Q 出去。啊，没事，米菲我很强。哎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那么你先，他等一下会那个强制让你转头，所以你先在最前面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往中间走，哎、欸，你那是最后，你那是最后，你那是最后，欸、你反了，好，开始啊，记得按跑步键哦，嗯、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快第一名，快第一名，第二名，小光紧追在后，差一点，喂、欸，有，我应该没有抢到你的位置，哇哇哇，米菲左最左边，最左边，哇哇哇，啊，没关系，你别有，睡。那个，我秋风不会擦，秋风不会擦，可以，有意外让米菲获胜。秋风，你用拖，加油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冲！低速在你后面，想要冲你，闪电跑吧。喂，有放到，假装都放了，假装都放了，快点！哎、欸，绿队两个人好扯，他们直接抢左边两个。哦，我还插旗，然后蹲在那旁边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在中间啊？是要往中间跑？两个，对，中间两个而已，那两面墙后面。啊！冲啊！项目前巧克力第一名，哇！你左边是第一名，哇！迪叔在你右边，你抢左边，抢右边。哇！我就抢他，迪叔，哇！他右边抢不到，还可以去左边呢、欸。师徒对决，他凭什么啊？啊！队长，我需要队长替我加油，队长。中间，加油！哦，我带着队长一起上。哎呀，迪叔跑掉！等一下，他在逗我笑，他在逗人家笑了。迪叔给到了！他跑到最后面，他不晓得在干嘛。他在逗人家笑。多金！耶！哎呦，上去！在逗巧克力笑吧，迪叔，你怎么蹲在最后面啊？你怎么走反了？我走反？一开始的时候，而且那第一局的时候，秋风你怎么没有放那个旗帜？你们经常跟我说要先切换第一人称，他一进游戏就第三人称，我从头到尾都第三人称跑。没有，他那个麦块第三人称是你自己切的，他游戏没有切啊。游戏有切哦。游戏切不了啊，游戏切不了。真的吗？那些对游戏人嘞。啊，不知道，反正不爽。没有，这时候就哦，发法队长哦，哦，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要，我也忘记要插旗。我以为站在前面就，我以为站。没有，我们队长都不知道游戏规则。没事，太久了啦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真的是极剑，好吧？极剑就大家通话也都在一起，因为就看大家表演。他每一次是两个人在那边去比赛。那关键的哦，就是游玩的话，你是会有速度加成。那你只要打到对方一下，对方就直接飞走了，就 out 了。对，那关键是你要等倒数结束才打人。如果倒数还没结束，你打人，你是自己出局。好，所以一定要5、4、3、2、1开始，然后赶快去点到对方就可以。OK， 那场地是有屏障的，所以你怎样走都没关系，走到对方那里也都 OK， 就开场都可以乱走。对，那就只是倒数完要打。好，那就来各自。这个应该是出来，是谁？我忘了。我忘了。你们两个吗？不是我，反正不是我。我有记，反正是。对，那应该是你们两个。是我吗？对啊，一点八。原来我们特别可以看一下。好，一点八。1.8神力。哎，你要知道，
时间到之前不能查。他不是几秒，五秒啊。对对对，等一下也都会说，等一下也都会说。哦，明确对决，哎呦，队长对决。现在还不能左键哦，现在还不能，还不行哦，有没有？等着倒数完，你现在都可以移动。啊，等下就左键打人哦，可以打人哦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碰到一下都可以，一点八也可以，一点八，一点八，一点八。谁会先挥到？八个字。队长万岁！听到那个烟火，哇，被击飞了！哇，好棒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队长加油！队长加油！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队长加油！就说，就说还没。这个卢米队长完全不听人话。引诱战法。就说还没哦。还没哦，还没哦，不要，不要冲动。还有倒数，有倒数，对对对对，自己看哦，自己看哦。要来喽，要来喽！哇！打击！打击！他没有说开始。五四三二一，开始！开始！开始！小瓜，太急了！哎，团团，我们以前是队友哎。对啊。我们被团灭了。我们怎么会突然互相伤害了？真的呢。有了决定就用犯规攻击。真是哇！红队跟蓝队的对决，红蓝对决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哇，蓝队加油，蓝队加油，有银牌，银牌，银牌入手，打烂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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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杰克，杰克不能输，哇！好哦，好哦，包开了，包包团对决哦。他鬼点子最多了，我没有，这有什么鬼点子可以用啊？请问你是在干嘛啊？你们两个我在跳 tango， 哦，这个走位，这走位，这走位，很骚哦。哎呦哎呦，我怎么感觉听到是打两下声音？还是波波太重要，打到两下。我在空中会被打一下。铜牌战哦，铜牌哦，谁才是同学？谁是同学？彪彪同学啊！童年童语，晃一下，晃一下。童年童语，童年童语。我哇！阿巴童啊！同学啊，波波。铜牌杯。有了，你们还有冠亚军，冠亚军，还有冠亚军，冠亚，哎呦，还有决赛了，决赛了，哎呦，你别过奶，都已经到奖励啦，哎呀，壁咚壁咚啊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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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刚刚杰克空挥了好几下，还以为团团有办法。刚好空挥。我原本以为团团有机会的，我差一点，我跳太久了，跳太久。你可以扭两三刀，扭不了十刀啊！狂挥，我们只有两个哎，对，好赚哦！我们只有两个，一斤一桶哎，一斤一桶，哇！被他们包了。太赚了，黄绿同盟，黄绿同盟。该同一下了，该同一下，该同一下了，该同一下了。那接下来是到了那个赛船。哦，赛船。那我知道了，就是我们绿色跟黄色都去挡那个蓝跟红。接下来什么鬼？什么鬼？那重点就是你划着船，然后划两圈。是两圈哦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有。然后那个船后面是会有盔甲座啊，所以你上不了别人的船，好吧？先说，别想上别人的船，但是你有可能从自己的船掉下去，因为有些地方会淹，那你要赶快回到自己的船上。OK， 那过程会有一些障碍物，好像也会有捷径可以走。然后好像一圈玩完之后，后面的人每跑一段时间，有没有？每过半圈，前面的选手会获得致盲效果。哦
所以你前面的也不一定代表优势很强，因为到时候失明，那其实就会很难游泳。OK， 很难划船的，很难划船啊。那就各自分开哦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这个是我跟谁？米菲已经三个了。安心吗？哎，红是我，我再晕船一次了吗？对对对。你会晕吗？你会晕吗？是啦，我上次是最后一名，巧克力第一名。划船划船，交给我。因为我的船中途已离我而去。一定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船上啊！要回自己的船上。我就游到一半，什么？怎么我变成在游泳模式？游泳模式不晓得行不行啊？感觉怪怪。叮丢叮丢，气体气体。荷叶区，然后上升区。对。冰块区。对，那边叫蛮难的，你要稳在那冰块上。有。你现在看的那一区就是我突然落水的那一区。你现在看。然后右边有一个小区可以。走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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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关键就是要切左路。哎呀，旁边是诺英，好像打他船哦。一，可以打人家船吗？应该是不太行。哦，直接切，直接切。卡到被卡到被卡到。哎，秋风，秋风好胖。秋风第一名，二零第一。好挤，左边全部挤住了，秋风超卡，没关系没关系。第一圈有很多的那个荷叶，他们会帮忙清荷叶。哇，秋风屁股好大，秋风屁股超大。对，哇哇哇，二零那边有那个荷叶区。二零被卡到，二零被卡到，我们现在黄队两个都第一名。啊，我走，我尝试走那个旁边。其他人全部走下面，只有你走上面。哇哇哇，掉下来，掉下来了！哇，这掉下来好像很亏。哇，现在变成第五名了，繁星还是第一名，保持第一名领先。哎，哇，蚂蚁蚂蚁好棒，蚂蚁好棒！住卡后面的人。自盲了，谁在那后面、啊？自盲，自盲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着繁星的光往前。哎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，我船卡住。荷叶会卡，荷叶会卡，塞车了，塞车了。我蚂蚁是第二，蚂蚁第二，我蚂蚁卡住，蚂蚁卡住。哎，蚂蚁，回转。蚂蚁，你好胖！哎呦，他们在胖，他们在胖。可不可以卡在这里？然后卡后面的不能过去啊？不行，我们要拿金银牌啊！金银牌。好好好好。啊！冰块没弄到。后面的。冲啊！繁星加油！繁星加油！还有一圈哦！还有一圈哦！加油！目前我们两个红队都跑第一名的。哦，那个冰块，冰块要很稳，冰块要很稳。蓝队、绿队他们很后面，很后面，差距有点多。我追过繁星，追过繁星。怕黑，怕黑，巧克力我怕黑，带我走。跟着我的光，跟着我的光。啊！我卡住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，完了，太胖了，太胖了！他们还没到第一圈，他们还没到第一圈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！哎呦，二零二零经过，二零经过了！有一个蚂蚁在往旁边走啊！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！看我们，看他们，看我们，看我们！往前，往前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撞玻璃啊，撞玻璃啊！房子区，房子区，房子区！然后往左，往右，右，往右，往左，对！撞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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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坑，很坑！往右转，再往左转。哎呦呦，扭屁股，扭屁股。走，偏左边，偏左边。好好，繁星加油，繁星加油，后面绿色好像有追上来。后面。等下，我的船沉了，我船沉了。刚好上来了。靠！对，法家湾。法家湾，可以。哦，二零颈椎，二零颈椎。我们都在自盲啦。颈椎在后。冲过去有那个冰砖。哇哇哇，冰砖滑掉了。可以，哇，这危险，这危险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给他滑到一下下。哎呦，最左，走最左，走最左。对，走最左。目前只有二零在后面，我颈椎在后哦，拜繁星你后面哦。有点看不到，有点看不到，耶！先拿关，先拿关，繁星加油！哇哇哇，被二零追了，被二零追了。过了，繁星可以的。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，他掉下去。冰块。哇，没关系，金跟铜，金跟铜。为什么那边都会下船呐、啊？我们是金童玉女。哦，没有童，说好同盟嘛，我们。